现在拍这个最矮平的高度嘛，看吧，这个离的位置才一点点，嗯，就一直上升的。然后这降下降按住它，它就一直往下降的。那调高度呢？我按住它，你看它起来，等那个气压柱往上走，是不是？整个气压柱往上走。慢一点。然后我先按下降，是不是？看到了。